爱过那一片森林，但旅行终点只能是拥抱你。我生活走永远陪伴你的风景，因为有你我去翻山越岭。这一次我会再次奔向你，从热带雨林到冰川南极，每一次呼吸蒸发后越春风化雨，环游世界的寻觅。起了。你可真是我的宝藏男友，你的精力都用不完吗？还不是要喂饱你，快去洗漱吧。这样下去，人家都要被你养成一个废人。你不喜欢？不喜欢，是不可能的。喜欢的不得了。陪我上班去吧。什么情况？我误触了。走吧，走。是吗？那我先走了。你说说你脑子里都想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你呗。安心工作，我去看所有监控了。
我明白，真没想到，小叶总新来的保镖眼睛毒得很。窃听器都被那个保镖翻出来了，要是让他们知道古堰村的企划书也是我泄露的，那我这边恐怕就保不住了。您那边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哎，叶总，叶总，您听我解释，不是您想的那样的。你什么要去跟警察？你听我解释，跟我说没用。叶总，我不要坐牢。夕颜，你没事吧？女人，找死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谁指使你偷的企划书？是崔董事长，崔董事长的秘书。果然是他。滚！你没事吧？看来我们猜测的不错，幕后之人就是崔明。可惜我们没有证据。他完全能把责任全推在他的秘书身上。糟了，我爸要和你单独谈谈怎么办啊？老丈人见女婿，总是有这么一遭的。如果他要是跟你说了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心里去啊。放心，为了你，我都接着。伯父好，我叫陆明宇，夕颜的男朋友。你应该知道他的身份，你不过就是个保镖。你觉得你们两个合适吗？或许伯父对我还不太了解。目前我的保镖工作只为夕颜一个人服务，我的主业是在古堰村经营农场和茶园。我的资料都在这里。想证明自己的条件还不错，不是个纯粹的凤凰男。我理解伯父爱女心切，担心他所托非人，想为他把控一切。但我对夕颜的爱很纯粹，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还不是叶夕颜，只是他自己。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她是我千娇万宠养大的花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摘了这朵花？糟了，弹崩了！我爸是不是为难你了？嗯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抓我！哎！哎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爸说把你交给我他很放心。真的假的？老头子平时可挑剔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用心啊。哎呀，我跟你爸说，爱人就像养花一样，我会用爱浇灌的。我说我走永远陪伴你的风景，因为有你我去翻山越岭。这一次我会再次奔向你，从热带雨林到冰
青春难期，爱不会消失就相遇，算了又聚，思念让它落地。如果下世纪还是错过你，那就再等几百个暴雨季，每一次呼吸蒸发后热成风化雨，关于世界的虚拟。明宇，古堰村收购改造的事儿有转机了，你们尽快回来。